对，我今天呢就是要去找到那个厕所，去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那个幻影女郎。你有没有看到这边好像已经封起来了，不让你进去？那我在这边用 Siri 问问看，说他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口部地点。 Siri 给了我一个这个地点，我这样看起来他是已经走到海滩外面的路上了吗？对大家，我已经快要走到了，现在写 Arrive， 但其实他是在那个交叉前面那边。对，现在蛮光明，出乎我的意料之外。他带我找到这个有一些看起来像阿兵哥的这些人像，这里走过去呢就是一块空地。那既然呢神出鬼没那个地点没有办法，那我们就好好的遵照 Siri 的指示，在这个地点架好我们的摄影机，把我们在 eBay 买的 Linda 放在这边监视他，看他会录到什么东西。 Linda 他坐在这个 Siri 给我的恐怖地点这边，会不会发生什么奇怪的状况？然后面那个好像是一个月老庙，小甜甜在那边求过姻缘。我好像被警察拦截了。有带证件吗？刚刚那个警察就问我说在这边干嘛，然后我跟他说我要去沙伦海滩，就他反而还热血跟我分享，跟我说辛苦了，你们也是辛苦了。那现在的时间呢，差不多是2:30多左右，那我就在这边等待一下，休息一下，然后我也在这边盯着他看。对，看看会不会发生什么状况吧。对，大家，现在时间过了差不多20分钟左右，我的 Linda 还是没有任何动静。我看一下这个，可以制作一个纸扎人来增强它的效果。我就在上面写 Linda 的名字，这是纸扎人的简易玩法，需要取得想要诅咒的那个人的身上的任何一个跟他有关联的东西，把它取下来绑到这个上面，对他念咒语说请你降临到这上面，在我想要对他进行诅咒的一些部位，在他身上扎一下，或者是把它剪掉，最后呢再把它烧掉，就可以看看Linda 会不会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。好，那我先去他身上取一些 Linda 的身上的关联的信物。相机还在录，然后 Linda 看起来似乎是没有任何的动静吧。然后在他身上取一点他的信物。这个液体是什么呢？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，这个液体就是恶灵盒上面那个黏液。恶灵盒大家可以看这集，然后恶灵盒呢就是我也是在 eBay 上面买的一个怪奇道具，然后我就把它跟 Linda 放在一起，在这边这样。好，取这个回去放放它，放到纸扎人上面，扎人你就代表着 Linda。 好，这个纸扎人呢它就代表 Linda， 然后接着我只要对他说请你降临在上面，他就会降临在上面。好，那我准备好了，念咒语3 2 1， Linda 请你降临在这个纸扎人上吧。他应该降临上去了吧，希望是这样子。对，然后我接下来呢就要对这个附身在上面的 Linda 进行一些凌虐。我想看我现在如果我把他的头撕掉的话，然后他的头会不会直接就掉下来，来试看看他的头有没有掉下来。好像没有，我把他手撕掉看看，他手也撕掉。哎，现在还紧着还有掉下来吗？看一下，头跟手都还好好的，我把他手撕掉，脚也撕掉。最后一般也是，算了，不要欺负他好了。对大家，他已经被我分尸了，在他的头，在他的手。是他的脚，不晓得呢，你们觉得他有任何的变化吗？我现在把他们都撕掉了，那 Linda 是没有出现直接的反应，但是呢大家别忘记了我还有一个步骤，就是我要把它烧掉，或许真的把它烧掉的话才会出现一些状况。对，我把 Linda 的身躯都放在这里， Linda 在那里，躲在这里，希望 Linda 不要发现我。对，好，我刚刚在轮子下面那边烧完了，现在的时间4:52，那我们就去把 Linda 回收吧。对，也是失败了这个都市传说。对，他看起来是没有变化的，因为我刚刚在这边弄他嘛，然后他的头也没有被砍，手也没有被砍，看起来是没有什么事。对，好吧，那大家就
对，在这么漂亮的时候，哇，真的很漂亮，对不对？淡水太赞了，就后续改天见了，拜拜。对大家，我现在这个后续感言呢是第三次了，我前面已经录好两次啊，我前面都讲了很多话，但是我现在直接挑最重点的讲好了，就是呢这个都市传说，它到中间那一段的时候，我把那个纸扎人要撕掉，意外有拍到一个很奇怪的画面，我不晓得是不是风吹的，这也非常的有可能，摄影机它原本是拍娃娃的，结果瞬间转向了我，从我的这个镜头呢也有很明显的拍到，对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撕掉的话。然后他的头会不会直接就掉下来？有那么神吗？我觉得我可以来试看看。看他头会不会掉下来？好像没有。我把手撕掉看看。K 的 Creators at 台湾是为台湾新媒体创造者打造全新平台。想多了解 K 的话，就下载 Hami Video APP 进入 K 的网红馆吧。